大夫怎么说？还是像上次一样，查不出什么毛病。大夫说他只是思虑过度，身心疲劳。他之所以吐血，也是因为把自己逼得太紧，想让自己想起忘记的事情。查不出毛病，就说没毛病。冬月姐，你不必担心，小叔他身体一向很好，吐点血，静养2天就好了。 查不出什么毛病才是最可怕的。他最近忘记我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。那我们就时刻提醒他，让他时刻记住。那岂不是把他逼得更紧了？那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先让他养好身体再说吧。 又来做蜜桃燕窝羹啊？晚了，相爷已经吃过了。那正好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。说什么？是要提醒相爷，本应只爱吃你做的东西吗？相爷的口味一向如此，又何来提醒之说呢？那不知相爷今日是口味变了，还是心变了？相爷重情义，你对他有恩。 他定不会服了你的好意。我若不是确定，相爷已经把你忘了，今日我是不会来送羹汤的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能说忘就忘呢？想必是雨柔你心中所想，日有所念，当成了事实吧。这满屋的纸条，皆是你俩过往之事。 分明是相爷用来提醒自己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是冬月记性不好。那些字条是用来提醒我自己的。你可以骗我，也可以骗你自己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相爷是一个傲骨铮铮的人。你每天这样来提醒他，让他想起自己是一个记忆不全之人。 你口口声声说爱相爷，难道就忍心看着他饱受折磨吗？雨柔，雨柔，来了。话已至此，你若是执意要去的话，我也不拦着。 冬月姐，哎，你做了羹汤啊，赶紧送去给小叔喝啊，说不定小叔就能想起来了。冬月姐，放你出来多日了，调查明家旧案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微臣办事不力，请陛下责罚。是办事不力，还是别有用心呢？老臣愚钝，不知陛下是何意啊？当初冯贵妃惨死，就是你陷害冯熙所为。 现如今调查明家旧案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故伎重施啊？老臣一心只保陛下清明江山稳固，我绝无半点私心呐！好一个没有半点私心！好啊，既然你看不得两相并立、分庭抗礼，那你这个左相的位置，不要也罢。陛下，老臣能身居相位，全赖陛下恩典，我绝无半点轻慢之意呀。陛下，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3天，3天之内，老臣一定查到冯熙与明家勾连的证据。好，那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退下吧。 臣谢陛下，简直是废物！我要你们去调查冯熙的身世啊！哎，你给我的是什么？你看看，什么流连烟花之地，与宫中女官什么暧昧不轨，这些京都杂谈上都能看到。我要你们干什么？相爷，您消消气，卑职知错了。您知道卑职已经派了手下全部将领。 奈何冯熙他太狡猾，我要的是结果，我不听你啰嗦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在宫中，陛下震怒，下了死命。3天之内你再没有结果，我相位不保，你们一个一个都得完蛋。不需要3天。哎呦，殿下，臣不知殿下屈尊驾到，有失远迎。想要扳倒冯熙，1天就够了。 难道殿下已经掌握了冯熙身份的证据？你要的证据，我会让他亲口说出来。还记得这个吗？记得。我初遇殿下之时，殿下见我肚子饿，便请我吃了蒸糕。当时你饥肠辘辘，看着这蒸糕，觉得好吃。如今时过境迁，你在冯府也吃了不少山珍海味。再回过头来吃这个蒸糕，不知道。 还会是那时的味道吗？殿下有话不妨直说，不必兜圈子。我曾以为你我可以并肩为伴，起码成为同路之人。可发生了这些事，我慢慢发觉，我们之间渐行渐远。 东岳初识殿下至今，对殿下的态度从未改变过。殿下为人谦和，志趣高洁，这是东岳一直都非常欣赏的。在那污浊的朝堂上，有这样的好人，弥足珍贵。好人？好一个好人！那我问你。 你觉得冯熙是好人吗？冯熙跟殿下不是一类人。世人都觉得冯熙是一个奸佞之人，但我了解他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倘若有一天，所有的真凭实据摆在你面前，告诉你冯熙并非你想的那样，你会信吗？ 我相信，不会有那么一日的。我也相信，终有一日，殿下会看清冯熙到底是怎样的人。好，我等着那一天。让冯熙露出狐狸尾巴，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。子渊，相爷，看到东岳了吗？他没回来吗？不对啊，一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了，说是有什么事情一会儿就回来的。能有什么事啊？这样吧，我们在府里找找，说不定他已经回来了，只是我们没见到呢。相爷，有人找您。 哟，池统领，这可真是稀客呀！这是第一次来我府上吧？哎呀，那是啊，这堂堂的相府岂是说来就来的地方？若是没块敲门砖，怎敢来惊扰相爷您呢？那你这次带了什么敲门砖来呢？我呀，我什么也没带，只带了左相的几句话。带的什么话呢？ 左相爷，请右相爷您到京郊别院一叙。左相可真有意思，两个大老爷们到京郊别院一叙，他想干什么呀？那能干什么呀？不止您一个，还有一个客人，左相已经将他请了过去。何人？什么人？您应该比我清楚。我刚到府上的时候，看到下人们正在到处找他。怎么，我府上有什么人不见了吗？右相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您又何必掩饰呢？ 此人对于您来说比命都重要，他现在不见了，您会不知道？好了，快随我去，不然左相等急了，该不耐烦了。哼，你们可真有意思。行。父皇，里面请。 父皇，明家余党的真相就在里面。此事扰攘多时，一定要有真凭实据。左相爷有了万全之策，会让明家余孽亲口承认。右相爷到，请进吧。宝熙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相爷，你这是唱的哪出啊？非也，哼哼，今天不是我唱，是你。堂堂左相，竟然用这样的手段去对付一个弱女子，不怕别人笑话吗？ 那就要看右相是否合作了。只要我听到我想要的答案，便可保他平安离开。不信，你别听他的，快走！把他嘴堵上！不信，你别听他的，快走啊！不，够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在就能回答你的问题。好，换个地方说话。里边请。 我以为相爷的手段不至于此。左相，你真的要以这种手段来威胁我吗？右相一向行事刁钻，常常出其不意。为了配合你，我也不得不来点非常手段。现在我问你3个问题，你若想带走他，好生回答，让我满意。不就3个问题吗？ 为何如此扭捏？问吧。好，我这第一问，害死安侯的人是不是你？是。嗯，我第2问，害死殷实的人是不是你？也是。我第3个问题，你是不是？ 名家余孽，不是。你这是狡辩。我做过什么事情都会供认不讳，但我与名家确实毫无关系。怎么可能啊！啊，安侯、殷实这两个人都是扳倒明家的功臣，却都死在你的手上，你这分明是为明家翻案复仇嘛！哎，不，安侯有不臣之心，这殷实又贪赃枉法，这二人在朝中就是害群之马。我这么做只是为国除害罢了。 你要谨慎想好了再回答我。相爷，你我为官多年，什么样的生死没见过？你现在拿一个女人来威胁我，逼我就范，还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你这样做跟3岁孩童有何区别？坐下，你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地步了？那人要杀要剐。 随便，别耽误我时间。哎，我，文熙，你真的忘了我吗？ 陛下，冯熙这个奸诈小人他……你大费周章要朕来这儿，就是让朕看这些。陛下，刚才你都听到了，这个冯熙他是在推诿狡辩。证据呢？刚才不是……朕要的是证据。是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 陛下，您听我说啊！陛下，您听老臣说呀！三殿下，哎，此事就此作罢，改日再议。这个冯熙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就不敢动手啊？好，今天我就给他杀一个看看。我已有言在先。 东岳只能用来威胁冯熙，绝不能伤害他，一根汗毛也不可以。东岳，东岳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怎么回事啊？到底？ 左相利用我去威胁冯熙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还想着他？你难道看不出来？关键时刻，冯熙根本没把你的死活放在心上吗？你不懂。我懂，你想说他有苦衷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。你倒是说说，他到底有什么苦衷？冯熙的苦衷，就是我的苦衷。 冯熙不能说的，我也不能说。殿下相救，东岳万分感激。先告辞了。相爷是一个傲骨铮铮的人，你每天这样来提醒他，让他想起自己是一个记忆不全之人。你口口声声说爱相爷，难道就忍心看着他饱受折磨吗？烦。这是我们过去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为了提醒我用的。 文熙，你怎么了？我想不起来。李雨柔。 这是准备撕破脸了吗？我不是来跟你说客套话的。相爷已经把你忘了，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和我叫板？即便他记得我的时间再短，我也能让他在片刻的记忆里把你赶出冯府，甚至是逐出京都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就把冯熙让给你。 少监东岳，特事特办，见手谕如见本人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回头把本官亲手写的手谕交给太史令。对不起，冯熙，这次是我失约了。 我不能超脱世外，去你世外桃源，只能在这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只想，你是月小姐，我是西公子。那日左相以我的安危来胁迫你，你看着我，只当我是个陌生人。我竟然十分庆幸你忘记了我。原来忘记，也不全是坏处。游戏，我要走了。但愿我的选择能让你一世平安。相爷，这么晚了，相爷来这儿做什么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天色不早了，我送相爷回去歇息吧。嗯。在先，你凭什么将我赶出冯府？我自然无权赶你，只是相爷今日看上谁接近府中，明日验了便赶出府，全凭相爷乐意。冯氏要悔婚？是。我要见冯氏，就算他要悔婚，也要当面跟我说清楚。东岳姑娘，事已至此，你又何必纠缠相爷，让彼此难堪呢？罢了。 小优，念给他听。是。冯某聘东岳为妻，实为过失之举。今解除盟约，此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立约人：冯熙。东岳姑娘。 相爷的笔迹，你不会不认得吧？是需要相爷亲自出来，当面念给你听吗？既然冯氏如此绝情，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再踏进冯府半步。各位，你们给我做个见证，是冯熙负我，不是我负冯熙。从此以后，我跟冯熙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 外面什么人？一个不守规矩的下人，已经被我驱逐出府了。相爷别操心这些下人的事了。 看什么看？该干嘛干嘛去。走了走了走了。东月姐，这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叔，哎，别多事。你看，这是相爷亲笔写的悔婚书，看出端倪了吗？这根本不是小叔的字啊！你都看得出来，东月姐何尝看不出来？今日之事，是你和李雨柔一起做的一场戏是吗？嗯。冯熙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，悔婚的人是我。为什么小叔对你这么好？他待我是好，可是我却没什么能回报他的。我在他身边，只会给他带来危险，还有痛苦。你要相信小叔，都这么久了，他不是每次都能护你万全吗？以前每次都能，你能保证以后每次都能吗？ 世上多的是人，想置冯熙于死地。我离开了他，他们便会知道，冯熙又变成以前那个无坚不摧的冯熙，再没有一丝弱点。可是，你就不难过吗？你们别担心我，我出去散散心。 东月姐就这么离开小叔，太过可惜。你要多劝劝她。我早已劝过了，只是东月姐心意已决，我们应该理解她的难处。什么难处啊？我只知道，再难的事，两个人面对，总比一个人要强。谁不想和自己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呢？但是有的时候。 越是喜欢，才越是要远离。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你们，哎呀，我真的搞不懂你们到底在想什么。或许有一日，你会懂的。不然你，如今。 我那心爱的月儿，却在千里之外，连个音讯也是无忧啊！ 若有朝一日，你我天各一方，不知你是否会记得，你与我曾坐在此处，安静地看上一出皮影戏。 心。